我扯，当街全武行，白衣男大手一挥，下秒继续出手狂殴。只见黑衣男惊吓狂闪，但对方步步紧逼，拳头狂 K， 甚至使出锁喉功，再来个过肩摔，把马路当成西武场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你冷静了，冷静、欸，我没有动到他、哦、先冷静，你们有本事对我执行公权力。警方到场打人的白衣男继续失控暴走，疯狂叫嚣，还呛自己在地的那个女的刚刚走到全家五楼，你们一直看我干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冷静了，我在的，好了，我在，冷静冷静，好不好？远景不停按捺，场面超混乱，这头白衣男持续咆哮，另一头被揍的男子也有话说。有人受伤吗？你怎么了？被揍啊，我也上我到了。街头格斗怎么回事？原来八号晚间，一名男大生到新北屋来泡温泉，结束要离开时，听到旁边超商有人喧哗，他看了一眼，想不到对方认为被挑衅，竟冲上前朝他暴打一顿。冬天到山上泡汤，以为能享受个热乎乎的美好夜晚，却因为瞄一眼就挨打。男大生提高伤害恐吓，想不到温泉之旅身子暖了，心却凉了。记者杨奇浩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